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种简单实用牢固的拖车牵引结。首先呢，咱们将绳子绕过固定点，这样将副绳在主绳下方这样绕回来，然后再将上方的这个绳兜这样向左拧两圈，然后将副绳从后方进入绳圈，这样大家看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八字。然后咱们收紧主绳，这个环环相扣，非常的牢固。咱们越用劲儿，它锁得越紧啊，非常的牢固。比如说咱们在拖车牵引的过程当中用到此绳结的话，咱们用完之后啊，解开非常的轻松，而且呢在拖拽的过程当中它也非常的结实，越拉越紧。大家看，卸力之后啊，就可以轻松的解开了啊，这样一拧就可以轻松的解开，非常的简单实用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或者是了解的朋友呢，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或者是长按点赞按钮支持一下。